暗恋了3年的女生，竟言说我是她的未来。范范，我来了。哎，你拿这啥呀？你昨天不是说你要吃水果吗？然后我就给你做了一个爱心水果船。还挺可爱呢。那肯定啊，你快尝一口，肯定可甜。嗯，是挺甜的。嗯，不过我都没想到你一个男孩子还会做这么精致的东西。那肯定啊，在追你的道路上我可学了不少东西呢。我这几天在家还研究做饭呢，有机会我一定给你露一手。这么优秀呢？那不优秀以后怎么做你男朋友呀？哎，你又来了。对了，你家离我家这么远，你就这么端过来的？对呀，那不然呢？嗯，你傻不傻呀，这么冷的天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你都不知道我刚在公交车上，他们看我那个眼神都羡慕死了。你也快吃一个。啊，嗯。哎呀，笨死了，你都吃到嘴角上了。我一直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。那考试成绩出来了，你看了吗？啊，看了。怎么样？我考的还不错，我应该能去我想去的实习单位。你呢？那个我考的好像不太理想，我估计是去不了了。哎呀，我当初让你好好复习好好复习，你就是不听我话。哎，那个时候满眼都是你，哪有心情看书呀。你还嘴硬，你说到时候要是咱俩不在一个城市实习怎么办？那我就委屈一下我自己去那儿实习呗。啊，你那么好的实习单位，那可是你的前途和你的未来呀，你就这么放弃了？哎呀，没事儿，反正我是女孩子，我的前程和未来也不一定非要跟实习单位相关呀。如果我没看错人的话。